今天我们要参访的实验室呢，是海洋动物分离实验室，最主要的主角就是我们的刘立莲刘教授。现在线上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可以把更多的实验室，更多的这个平常看不到的那个据点介绍给同学，而且在这个近距离的拍摄底下，他看到的更细微的东西，让高中生在他们的职涯规划上面更了解这些领域的时候，他们就能够显现出来他们想要往哪个方向去做。然后我们实验室是奈米元件及波波电晶体显示器实验室。